哎，我们草人的符文页依然用线位冲击。强攻虽然好，但是他后期没有什么用。那游戏开始，我们这局草人打野，对面是菲斯，我们直接去封路就好了。他怎么是赵信那个啊？在哭是不是？这只角色到底在做什么？哇，我踩两下你还想点哦？有病是不是？可悲啊，露西恩，不是露西恩啊，那个叫什么？静，太可怜了吧？还有那个阿卡丽有看。但我们没有闪可以做操作，但无所谓。红要先拉着，这个没办法，就只能说失误了，不然怎么办？而且还点错招，尴尬了，非常之尴尬。为什么会有那个蝶酥的那个、啊、很像？汤哦，蝶酥。没有重击，我们不去抢可惜，因为给他拿也没有差，干嘛插给他？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没有招。这打不打这局啊？因为你在那边待太久，而且那个眼不该拆了，我自己的问题，自己的问题。
这为什么不来？地府岭是不是啊？地府岭是不是？还是不动，那么可悲啊你！妈，你这是低端，你这超低端呢！干你娘嘞！死废物哎 ！Kiwi，Kiwi 去死啦 ！Kiwi， 操你妈的，给这白痴玩中路！到底为什么不动啊？哈、啊！到底为什么不动啊？够废物了！垃圾。啊，这就是你这个垃圾啊！他不动啊，害他的自己的中塔掉了、啊，现在还要回家，没有人，你要回家，回什么家、啊？你老家是不是啊？啊，这个废物，你不要再玩路西恩了好不好？你玩路西恩不会动，你玩什么中路啊？妈，低能是不是啊？真他妈低能！挨根呢、啊？干你娘！你不是吃我野怪的、啊，你叫死人是不是啊？妈，这根本就废物啊！那能有什么用？操他妈的！这个人开土啊，这个人绝对开土啊！这个人绝对开土啊！妈的，废物一个，废物，废物一个！垃圾脚，完全废物啊！塔不推。
低能儿，真的低能儿啊，他真的是低能儿啊，没什么好说的啊。到底怎么屁用啊？出的什么什么死人装？这样有什么续战？我不懂啊！这样怎么续战？啊，被人打一套，然后就没了、欸，就没了、欸，够烂的！妈，死低端玩玩那个路线都是这种长这种屁狗屁样子，低端的、欸。跳出去就死了。妈，真是垃圾，垃圾玩家。妈，你的垃圾玩家不要再打，不要吃我野怪啊！虽然这个破盾很烂呢、啊，又死又死又死，该死什么啊？看不懂。
退了啦。直接开土、啊。为什么要点露西恩？干他妈，就是他害的啦！废物一样，这老总屁用？这老总屁用？这老总屁用啊！你跟我讲，吃屎哥！又点兵。吃一吃啊，不然让他们两只是不是？不行哎、欸，我不能换那个，绝对不行。可以的，那就可以的。On my way. 用不到，打这个。Attack Baron.那就不该死追那个、啊，因为那个等一下会有人鱼，麻烦。完全是路西恩太烂了、啊、要不是为了守胜，我这场已经放输了。妈的，哎，他没有一个物件来到过，除了刚刚那个巴龙以外，再来全部都他是单机。哇，阿里跑线他也不管，妈的，是中路地府岭啊。不是废物上路射手，玩个屁呀、啊！我对面呢、啊，低端成这种样子。